这么晚了还不歇着来还剑吗？高兴就还，不高兴就不还。你师父在哪？你管不着。费够了，天分不错，只不过你们对武当星诀的领略理路不正。哼，你需要良师的调教，从你剑法。想当我师父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浪得虚名。李慕白就是虚名，宗派是虚名，剑法也是虚名，这把青冥剑还是虚名，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。哼，别到了庙里就说和尚的话，出招。那就快告诉我，闭眼狐狸在哪里？放下！踹而为之，不可长保。舍己从人，才能我顺人辈。教你一点做人处事的道理。下手吧。何必？你还有修炼、修武德，才能体会镜中之中的境界，才配得上用这把青冥剑。你为什么要教我？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徒弟。能把武当派的玄冥剑法传下去。你不怕我学会了杀了你？既为师徒，就要以性命相见。我相信闭眼狐狸未能泯灭的你的良心。武当山是酒馆畅聊，我不稀罕。